我是你的 bartender Fanny。 哦，没有，我的英文名字叫 Fanny。 好，开玩笑啊，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酿第二瓶的酒，上次草莓酒大获好评，因为我人生第一个草莓酒真的普遍受到大家喜欢，老婆非常爱，好不好喝？好好喝。草莓酒是世界上最棒的，下次大家这个自己买了这台机器，你也可以去酿，冰到冰箱之后更好，对，风味更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发酵的更好。现在要酿第二支，这一支酒很特别，这支酒，因为我个人很爱喝咖啡，这支酒是咖啡蜂蜜酒，哇！而且我们用的咖啡豆是这个咖啡豆，好特别哦。这个其实在卖场都买得到，这 espresso 啊，你只要看到 espresso 就是浓缩咖啡，浓的，它就是重烘焙的。那为什么要用重烘焙的咖啡豆呢？因为重烘焙的味道会更漂亮，会更香，比较重咸。你看重烘焙的咖啡豆。哦，你去星巴克买，去科那个科克兰的那个 Costco 买的都可以。所以咖啡豆也可以酿酒。咖啡豆可以酿酒，咖啡豆的酒你有喝过吗？对。不要把它磨成粉，一定要咖啡豆原豆啊，原 豆,、哦原豆哦。第二个，而且听说咖啡豆酒弄出来，它可以变调酒。对，变调酒，它可以加什么？加 Tony 水，什么 Tony 就是气泡水、哦。所以这个酿完之后呢，咖啡蜂蜜酒，你可以加点气泡水在里面、哦，就变成什么？咖啡蜂蜜气泡酒、简称咖啡香槟、香槟、咖啡香槟。你有喝过咖啡香槟吗？没有，我们一定要这次要做一个咖啡香槟给他喝。所以咖啡豆，然后再加来咖啡豆要加什么？加这蜂蜜哦。那这个蜂蜜呢，要用到600克，咖啡豆要用100克，那很简单，一样。我们现在主机准备好野生蜂蜜、哦，刚刚已经对野生蜂蜜，刚刚已经杀过去了。好，那现在这台机器 Echo 嘛，这台机器它非常棒，它会告诉你现在要什么。他说要咖啡豆加100克、哦，咖啡豆加100克，他都教你，他都会教你。那现在是0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还没加，我还没加。好，先加100克。你要分开称吗？哎，不用，他直接就自己称了。来，你看，这么好，你看哦，在称的同时，你看哦，你现在不知道对不对？它上面写29克、哦，它是直接远端的、哦、啊，远端的、哦、啊，你看36克、38克，你看到哦，60克啊，现在60克，现在加100克啊。好智慧哦，它可以分开称，而且是合在一起。好，97、98、99、100。哦，好，这谁都会吧？我知道，那就像我们去买水果，它可以一起合起来算的意思、啊。对，加、哦、下一步，按下一步。这么简单。啊，连线，现在加什么？蜂蜜550克。哦。啊，蜂蜜550克，它、哦、已经帮你归零了，因为它里头有电子秤、哦。所以再加550克。对，550克蜂蜜。那我现在选的是野生蜂蜜，台湾的。台湾蜂蜜，这是我好朋友卖的。啊，这家叫甜蜜园，是我好朋友。甜蜜园，我之前也帮他站台过，非常棒的蜂蜜。他们最要求就是一定要野生蜂蜜。野生蜂蜜，其实很多家啊，像侯姐他们家卖的也很好。对，这个侯姐家以前卖的哈。你看，要加550克。好，你看他一直在倒，在倒。重新再计算蜂蜜的量。对，你看，你帮我看一下倒，他倒蜂蜜了。然后就550克。嗯。现在480。其实我觉得这颜色还蛮漂亮的、哦，有那个豆子啊，然后它还有那个杀菌灯，好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好，倒多倒了8克，多倒8克。多倒八，没关系，我们喜欢吃甜的，我们喜欢吃甜的，蜂蜜营养啊。蜂蜜营养啊。对啊，多一点没关系。下一步，下一步。下一步很复杂吗？不会哈、哦，哦，那这么简单。好，现在我要加一包酵母粉。哦，酵母粉、哦、加一包酵母粉，因为红色那个果香味我们用掉了，所以还有两包不同的颜色。他说叫我、没关系，只要加一包酵母粉就好。我加这个蓝色的，有点蓝色是有点蓝色，叫 Primer Group， 这个就是果香味比较重的、uh-huh. 啊。那我拿个剪刀，比利时原装进口的，比利时进口的，所以它是果香味重的，而且来，其实它其实酿出来都是。就这样倒，还蛮不错的。你就倒进去，这样倒。那酵母粉，酵母粉非常重要。好原味哦，对，就是酵母的原色。对，原色。好棒哦。加完之后呢，来，我们按一下手机、啊，他就说下一步。好，加水加到 max， 对不对？加水，加到、加上水 max。max 在这啊，这里 ，OK。加水加到 max。好简单哦，三步骤没啦。没了。好，我也快不快？快5分钟了。那你就这样，没关系啊。就先这样。来，这边还没有，还没讲完。还没讲完。还没有。水够吗？我们家水够吗？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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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。差不多了。
差不多到这边差不多。嗯，我还有啊，还有一点点，我还有水杯的水。糟糕，我们家还没开水。还有水。对。到 Max， 刚好 ，OK， 刚好就到 Max，OK，、okay, 好，现在再按下一步。好，我们就移开漏斗，把这漏斗移开。这是阿富的漏斗。放在漏斗，然后再往这边，然后盖上它的那个瓶盖。哎，它真的好，盖瓶盖浇的好彻底哦。瓶盖，因为我们做草莓酒，我们已经洗过了，要盖上去。有水也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它是杀菌好了。它因为它会抽真空杀菌。它抽真空杀菌。它已经杀完菌了，而且它里头会成一个气密，它会低于一个气压以下，也就是说它是你要封紧啊，对，要封紧，要检查一下，然后检查有没有这个气密孔，有没有气密孔，一定要把它盖起来，这气密孔你把它盖起来，那上面有没有？好简单。然后呢，它又、下一个步骤，下一个步骤呢？好，它是你去教照它的 APP 教学这几个步骤。好 ，OK。再来最简单的呢，关起来，合起来，起来，然后我们按一个确定。哦。好，现在连线了，直接这台主机跟我们手机都是连线的。Okay. 现在资料会 update 上传到它的云端去。好，它写咖啡豆蜂蜜酒发酵开始。哇 ，OK，、哦、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要侦测酿造，现在它开始正在酿造咖啡豆蜂蜜酒。谁要喝？剩余天数五天，才五天、哦、啊，在五天，好，不是七天哦，好棒哦。我们会慢慢监控。好，咖啡豆蜂蜜酒，我们五天后见。好。